今天台湾好歌声呢安排的是一段非常精致很特别的一段组合。是。那么我们经常讲到夫唱妇随、其实阿阿婆周围的瓜短怕饼啊庆瓜还真是屈指可数啊。可是呢其实他们中间有一点误会。误会。你知道什么误会吗？因为赫伯常常会把另外一对想成是夫妻。哦。所以今天呢要让观众朋友好好来解释一下。对。我也很想知道另外一位正宫太太会不会吃味，就是她老公被误会这样。女人的心的确比较细腻一点。是的，要是我们是大而化之，不要紧啊，多姐那么赶快。因为啊，好，那么我们先介绍歌曲。好，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在日本一位很低音的一位歌王叫做法兰克永井所唱红的一首歌。那么我们这位男生呢，男主唱、男主将。他的声音是属于很厚度的一首歌，是《相逢有乐町》，我们欢迎陈随意来。谢宜君的演唱。小酒那路后，又搁想袂好。自从你来离别后，毋捌搁来行脚。变心乎阮想袂到，秋风凉又透，
的这个主题讲到这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对，然后听到三位演唱的歌曲，好像是一段有一段故事的感觉，对呀，在从相逢有乐丁开始的邂逅，到旧罗敖写心声，对，到不如卖写写心田，这好像是三个不单纯的感觉，这第三人根本上是的，对，三角关系好复杂，就是感觉上有一点需要厘清一下，明明都多最后一面，那里从来有。不是，因为你唱的歌《相逢月落丁》这个歌真好听，就是你可能你跟这个女生在月落丁相逢，对对对。但是你那变成旧罗敖，没有，那个女生是我啊。然后他谢君知道是我之后，借酒浇愁，浇愁。嘿，后来随意还是娶她，我就唱了《犀牛不如麦西山》，因为犀牛变性罢了。
不就是公开我们三角恋吗？对呀、啊，你们哈，就是你们谁当他老婆，我们都觉得很自然。真的吗？真的，因为我讲，你唔当我没讲，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哈，因为唐丽跟你还是蛮有夫妻脸的。到底顾来宾的，其实有人真的这样讲，应该真的啦，应该是这样说，因为你们合作久了，太久了，连赫伯每次你们来说，哎、欸。夫妻又来了，对呀、啊，所以要好好解释。古时候讲说，十年修得同船渡，我说你们有修过十年，大概同船就是一块奴隶的意思。对对对，百年修得共枕眠，这得百年，这得也得百年，修比较久，修比较久。但是我们讲到就是当时谢怡君跟陈水你们两个的。你们那个初恋吗？当时都是初恋，初恋的，这是你的初恋、啊。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我这样问就有点尴尬啊，有点尴尬。就你们都是算是恋爱对的，对 对, 对。那当时是在哪一种场合里面认识的？的歌唱班，歌唱班。一周，我妈妈送我去学唱歌，嗯，对，所以我妈妈后来后悔。真的吗？对呀、啊，今天安排礼拜呀，是，对呀、啊，但因为我太早结婚了啊。哦、oh, ，对我二十出头就结婚了，你在一回结婚了。哦，那当时一九年结婚，你真的是喜欢他吗？还是因为他的歌唱得很好？因为哈、哦，一起接着高野音啊，对，那给我父母的印象也非常非常好。对，因为最重要的是他每一天下班都到我们家来煮饭，给我们全家人吃。哇，煮了一年呢，煮你我呢，煮一年呢。第一趟就是做什么行业？你看心机多重。我原对我是当那个，就一煮十外岁的做厨师，啊，那个。听我吼，等去做助教，多熟悉伊个年我。助教，你做你找业务啊，下班就去因到资本。可是这种感动还好啊，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示让他？怎样下定决心，觉得啊，应该就是跟真的是我的，真的是我的九命怪猫。好像没有哎、欸，都没有吗？他没有送过你什么东西，但很感动的。送我什么东西？情人节啦，或者说生日啦，或者你说恋爱的时候吗？或者求婚的时候用什么方式？也没有，他也没有跟我求婚啊。啊，这么不浪漫，他就直接问我说要不要嫁给他。嗯，那我是一个很豪迈的人，说好吧，那就嫁给你。哇塞！不过我们今天这个现场，我们来看一样东西啊，把来推上来，推上来。大概金马里记得，这个电视上看到的这个叫做水晶球，对对，水晶球，水晶球，水晶球，它是算是有磁场的，对。那么当时就是因为陈水宇他就是处心积虑的去买了这个水晶球送给你，这个还当蒙大吉吧？讲啊，魔镜魔镜的，很像。无，金马这是安尼用的啦，咱来看。你问我啥？看好呗。我自己大乐透的好运。号码几号？几点买到号码被提回来，照的被赢。外公啦，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哦，应该是，就心意啦。但价值当时的价值差不多。一阵我都听哦，你石头咯，一阵一个月才万外块了。万外块，一个月万外块啊！伊就该洗牙齿啊！啊，逐天我用到资本资质，食饱就是去洗牙齿啊！啊，洗牙齿啊，都牙齿有一种咧标价有。一旦大家出去，叫卖啊，叫花玲珑，花玲珑嘿啦，我两个就看手就看落去打，啊，都咧看落知道咧，他在拍卖那个水晶球，对，得划的。啊，伊就讲，哇，迄条足，说哇，这个水晶球很漂亮，对。然后我想说，我也想要测试一看，这个男生身上带多少钱，真的。啊，为五十开始花哦，哇，五十啊，我就一百，对，啊，百五，一个百五，我就去花两百，三百，可能就是迄个看到我。应该是看得出来，阮情侣啊，买买可以，吊钢那个啊，吊关节哦，画这画为五十画千外块啦，到尾买几条块，是一看一欢喜，无等于是心肝是艰苦，到两三天的薪水呢。到八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要喊了。但是你的心意让他感受到，对对对，干贵啊，干呢。好，干苦到几礼拜？是你干苦啊？哈？干苦到几礼拜？你那不搞工资单？对啊，你。伊迄阵还未给我啊，啊，到尾给我了，我就未干苦了。那你们有没有居家的生活的照片？有没有？哦，来来来，快接快接，有吗？有啦，陈磊，最像啦！哎，你不好意思，马上看，马上看，我看差掉了。哎，谢君，你阿妈过去闹掉了。所以，但平常心讲，你笑脸喜欢玩假烟斗，也对你哈。啊！你还逃球？真的吗？不会啊，因为真的。你当时的长相吗？因为当时你跟他那张白冰冰的，你肯定对。不，我是四十六公斤的，算是十一，一年变六十公斤，所以是伊的问题。
啊，那当时是六十公斤的。对，认识他的时候把我养胖十几公斤，哦、你主动他的问题吃了啦。但是哎，你等清明七点啦，喝那个，嗯，迄阵啊，我错表示我对伊真爱。嗯，你嘛不是要我引导啊？不是贪图伊美色。哎，今日今日今日，我今日阿婆离婚啊。贪图他的美色。哎，我对伊是真爱。人家没有贪图你的家产啊，对不对？你是贪图他的美色。好了，上一集下去，我们再回到歌的故事。这个刚才这几首歌呢，都是蛮有代表性的歌曲。对对，不如麦雪塞龙泉一当年这首歌唱的可以算是一炮而红的歌，哈。阿丽姐的关系，蔡秋凤的歌。对，那没想到你虽然没有鼻音，但是还可以把它诠释得很好。谢谢。